平面设计师的梦想，其实就是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把这种开心可以分享给很多很多的人，所以希望透过一些就是像商品或是一些比较大众的一些展览的一些视觉，去做一些传达一些幸福的理念吧。所以其实梦想其实有时候很广，可是其实也是很想要很专心去做这些事情。那最主要是想要做自己的品牌的创作。那现在正在跟一个就是算是蛮知名的一个创作者底下做一些学习。那其实除了之前做的一些像高雄设计界，然后还有自己的一些纸模型的创作，其实这些颜色跟角色其实都是想要做出一些就是比较彩色或是比较欢乐的感觉，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个理念带给很多人。做设计最享受的大概就是看到成品出来，然后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就比方说我做了高雄设计节，那可能很多人就会说这个是谁做的，然后就非常的好奇，然后非常的觉得说这怎么会是这么的特别的东西。那每当就是听到这些好朋友或是不认识觉得喜欢这件设计品或是商品的时候，就会觉得还蛮有成就感。遇到挫折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会停下来，就是放着，那可能会去做其他的事情吧。就有时候可能会利用去做别的事情，可能有时候会找到不同的灵感。挫折，我觉得有时候挫折反而是很多的学习。曾经就是有很多的业主，或是跟着学习的一些老师前辈去做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他们还蛮容易打枪，有一些就是去反驳我的创作或是设计。可是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都会去思考说，他们其实有他们的立场跟他们的道理。那去吸收转化成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反而对自己是有帮助的。就是不一定是说去反驳说他的对或错，那有时候就是静下心来去想想看，说他的观点跟自己的观点的差异就是在什么样的地方。那去针对他们所提出的质疑，或是他们不喜欢的地方去做修正的话，通常我都会硬着头皮去想说，要去认识他的这个人跟他喜欢的东西，那再去跟我自己的创作去做一个平衡点。对这行业的看法，其实我觉得还蛮乐观的，就是虽然说最近的创作的平台就是跟媒介越来越多，那新一代的年轻人其实应该去多尝试这些就是很多元性的创作方式吧，跟商品的类型，就是不一定是平面设计师，就是已经局限在很平面的东西。像我自己的背景是做，就是除了平面设计之外，自己在学校学习时间也是有学一些工艺类型的创作。像是做一些戒指，或是皮雕，或是玻璃艺术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设计师反而不一定要用一个框框把自己框住，应该是变成一个统筹规划的一个思维去做一个 project， 然后把它做得很有趣，然后就是不一定要太局限。